好想彩排哦，他们不让我彩排，那我自己上去好了。哎，要不要？他们还要去彩排。这里，为了要体恤大家，所以我就把这一间包下来。你看都没有人，谢谢你们带我来这边彩排，希望我们明天表演一些顺利。Cheers！ 哇哦！彩排了。哦。来澳洲一定要吃生蚝啊！他可以吃。悉尼。悉尼。这个彩排还可以吧？非常可以，可以飙高音。我们保养的方式，快点，不错，行，不秀，这都是我们暖身的方式，我们真的没有，我们真的很认真。One, two, three， 悉尼，悉尼，悉尼。再次给自己掌声。